无欢。哎，兄弟，岳哥，岳哥，哦，师哥，哎，这怎么做呀？这座肯定有讲究啊。我觉得你挪挪，然后这儿你坐，我坐这儿干嘛？这肯定是师傅大爷坐的。师傅坐中这儿还不行吗？于大坐那儿还不行吗？哦，你就得按师傅坐，高老师坐这儿啊。你也按师傅坐呀？那于老师往那儿挪，于老师坐那手就完了呗。也行，坐下就不能换了吗？行嘞，都俩站着吧，站着吧，别想了，啊。不是，你俩先坐下，要不然小月把你这俩又挑了。不是，不好坐呀，这个这么一算完人数不对呀。不是，反正进来就坐吧。哎呦，这椅子太烫了，我现在觉得慌张。哎，来一对儿。哟。说我不是小鲜肉，但是我聪明。当年的黑着呢，那种我白呀。这怎么意思？这选座，这有奖。那坐镜头得找镜头直接面对的地方。那你就坐这儿吧，师傅坐这儿，你坐这儿。行，好。哎，我完了。漂亮，行，漂亮。张鹤伦明眼看着，这也是师傅于大爷。对呀、啊，这边呢？他罗云平啊，这爱徒挨着呀，那边人小月呀，对不对？哎，我这儿徒得坐这儿啊，你就坐这儿，你师傅坐哪儿？这个干了，这个，哎、这家宴，人郭老师家宴，他坐这儿还真是，他真是挺好的。那我这么着，我找一别的地儿，屁股一张可就不能换了。别，我是帮我师傅悟。伦，除非你有能力把所有机器都挪这边来。我挨个磕头去，好不好？朋友们，机器，哎，机器往这边走，这边走。但是并没有人理我呀。我要早知道他抢这儿，我就不坐这儿了。不是，对，就坐这儿，挨着他干嘛呀？对不对？伦，给你个机会，好啊，你一会儿可以站起来，不管谁来，你争取让他们坐这儿，你就能换。哎，太好了，看你的能力，坐好，哎，哎呦，张九龄，我们要看比哥吧？岳哥，师哥们好。郭德纲是我舅舅，我提过吗？哥给，没人理我呀、哎？怎么做呀、啊？这个现在让咱们选座，咱那边坐那边，我俩坐那边，您坐这儿，哎，我坐他边上，那咱俩一边一个，多懂事，人家是聪明，坐下吧，坐，我觉得这边不是什么好位置。盘他！辞旧迎新，过年了。小妹儿，小妹儿，让你坐这儿吧。找地儿坐是吗？走，随便坐。指派。我不坐那儿。我不坐那儿。我不坐那儿。小妹儿，不，这是雷。哪有雷呀、啊、我骗过你吗？这是张伦的，别站张伦地儿啊。你别走，听我的，坐一下就行了。孟哥啊，哎呀，坐一下就行。别来这套。不会吧？不是吧，三儿，那个位置真的没人坐了。
我呀就帮师傅误务，一会儿师傅起来进来我就起来了，真的。师傅还指不定坐哪儿呢，师傅不会坐桌子上面。哦，心里开始噔噔的了。这样行吗？这样做？不是，他那身小月的。对，你起来，你先起来。坏了，坏了，坏了，坏了！行，来了，师傅，师傅。师傅，哎，哎，师傅，我给您捂得热乎乎的，温度正合适。哦，那就温度正合适。不行，师傅啊，先不能坐，不能坐。别！他来了就坐这儿。师傅，我帮你吹吹，干干净净的。来，坐。哎哎，正合适，正。来，我这手，高老师，哎，来上这边来了，那边哦。岳哥，你坐着呢。岳哥坐着呢。你坐，我有事。有事儿的都没座儿、啊。今夜有戏。都吃饭了没有啊？吃饭谁上这儿来、啊？就奔着这家宴来的啊。对。打算吃什么呀？咱们吃面吧，好吗？好。为什么要吃面呢？哎，你看了这个问的好啊，是吧？多嘴，嗯。这个本身来说，吃面是中国人的传统习俗。我们都是中国人，哎，尤其在天津，天津人是喜寿必须要吃面。吃面呢讲究配炒菜，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分别是四种不一样的炒菜，就16种炒菜还得带着面。嚯！这来岳云鹏，哎，那你就让他们上面吧，好吗？好的，上面条。哎呦，哎呦。那碗最大的是谁的呀？师傅的。那鱼蛋，知道我能吃，知道我能吃。这个不是道具吧？这真能吃是吧？那是。等会儿，等会儿。别着急了，我怕坨了。我也是，我看他挑匀了呢啊。面也齐了啊。哎。我们今天有玄机在里边。不一样的菜码，不一样的说法。谁愿意先揭开一个看看呀？我来掀一个。香蕉炖西红柿，这是一个卤，上面有点评。现在相声都成偶像了，膨胀了。你们觉得这句话说谁呀？说谁自个儿举手。说谁自个儿举手。哎，这我都有点不好意思，那弹幕就是我发的，这让人家看见了，这个太积极了。举手吧，来吧，举吧，来举了，他，老秦举手了，是自己举的，是你给他举的，我帮他举的，不是他俩人都举起来，他那意思是，啊行，他俩人都算啊。您觉得呢？可以算流光水滑的哈，秦小傻现在也可以，也算是这个网红艺术家了。对。现在他们俩认了，就是谁认给谁款一勺当打卤，一会儿得吃掉。小谷，把那勺给我。呵，尊月没来，胜似来了啊。三个西红柿，仨香蕉，兄弟。谢谢哥哥，多荣幸啊！刚才我那么举手都没有我。这玩意儿能好吃吗？岳哥，少来点，岳哥。啊嘞，你够吗？够了，喝。来下一个。月饼炖橘子瓜。这都什么？上节目太多，业务水平明显下降。行，你留着吧，这个。都是您的哥，这可比刚才西红柿炒香蕉要恶心的多了。你没面，只能光吃卤。
我不是你这啥。这得有人举手，没有人举手的话，一人一勺。我觉得是我。好，你自己说说吧。节目上的反正算是不少吧，不少吧。嗯，主要是业务水平下降这方面。没有这么下降，一直就在那儿待着呢。一个人上节目去了，还是俩人一块儿去的呀？俩人一块儿去。那个人的名字叫我。哎，你好极了，来上楼，快。这个，亲爱的朋友们，这个真的，哎呀，太难吃了。怎么还有橘子呀？就少来点儿，跟我听点。还有没有承认的？业务能力一直就很差。怎么你都有你呀、啊？来吧，兄弟。这就凉，把你面前那盖儿掀了。哎呦呵，这馅儿好哎，巧克力蒸茄子是吧？整天蹦迪，机场走秀，整得像个 idol 一样。来，谁举手来？哎呀，怎么老有我呀？你这孩子，你是有多大的饭量？你这是啊？我们后边还你的呢，是不是？整天蹦迪，我想认领。有你是吧？有啊，行，给大家道歉，给他道歉，给张蹦迪也来点啊。点。王九龙，王九龙，你承认吧？来吧，我把面扣这里。哎呀，你这样不合适。广告哥，广告哥。哎呦哎呦，小月好。哎呦，看着就香哎。饼，我想吃。我也想让人家在机场拍我一回，没有啊。我记得有人拍你啊，闪开点。拍我肩膀也算。来下一个，凉拌鱼腥草，可以听，但笑不出来。嗯，上面照片是高老师。我都不敢说呀。给我，给你轮石哥端过去，这样就是听的嘛，对不对？栾哥这个太棒了，你这是中药啊？对，我这个治感冒啊。我这碗都招苍蝇了。太臭了。还有几碗？最后一碗掀盖。基本功真的不行，也就粉丝捧，还给他吧，得了，给秦霄贤吧，别费这劲了。但是这照片好啊。啊，照片谁啊？谁呀、啊？是我吗？我基本功给我基本功还行。行了，弹幕就直接复制给你就得了。大情打脸现场，我这凳子都折了，你说怎么回事？你说你，给我基本功还行。这笑话吗？这个。你们抄起筷子来拌着面，我跟你们说说，今天为什么请你们吃这么好吃的面啊？拌一拌，拌一拌。哟，这是给我喝的吗？人也齐了啊，接下来就要开始比赛了。重新的选择搭档，桌对厮杀，每两期末位淘汰，谁吃完了谁先走，谁有优先选择搭档的权利。我也根据你们这个吃的这个表现，我来决定这到底是吃完不吃完，我说了算。有时候栾云平我怎么看着怎么好，你就算吃完了现在啊。你也别客气啊，师傅最爱你，师傅最爱你。呵，好吧，我还不太饿，我这人也是。走，跟你大爷上屋里去。好，就这么简单。